高耸双塔建筑、玻璃帷幕墙面，这栋坐落在台中国美馆正对面的豪宅，就是台中市长林佳龙的新居。我们都一直是生活在那附近啊，生活机能也蛮好的，啊也比较习惯了。 林佳龙口中机能蛮好的新房，就位在五权西与美村路口，里头有108户，外传他买在28楼，坪数是177.61，外加3个车位，总价1亿860万元，换算起来一平大约是63万。根据房仲表示，比较过往成交价54到60万，市长似乎买的比较贵，有点习惯，不晓得啦，因为实价登录好像价格比较不太一样。 你偏高，这边行情比起来它是最高价了，是没错了。哦，这边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成交比这个价格还高啊。来看看豪宅内部，气派精致大厅，点缀欧洲风火炉，另外还有书房游泳池等等，设备非常高档，地理位置更不用说，交通方便，现在甚至连周边道路都在进行整平工程。干嘛？我安尼治安干嘛较好，较袂安尼惊惊呢？ 美术馆周边本来就是黄金蛋黄区，现在有了林佳龙市长当邻居，强大加持下，附近民众明显感受是路况改善了，他们甚至期待未来连治安都会一起变好。记者连元斌、詹景成台中采访报道。